星期天的下午，我来到了网吧，看到一群小学生正在努力打游戏，于是我透过脸去观摩他们打游戏。我看见中东的神女二十分钟补了四十个小刀，于是我非常的无奈，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感慨，结果他们全部回过头来跟我说拜拜，只好无趣的走开。